看到我们各县市的护理师朋友齐聚在一起，用行动来支持我，我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感谢。这是一个非常温暖而坚定的支持力量，希望能够持续改善我们护理师的职业的环境。护病比的入法，我们今年五月已经正式上路，职场匿名吹哨通报的制度也建立了，希望能够保护护理师的尊严跟权益。各位温柔而有包容的护理师，是我们团结这个社会最大的固着剂，护理师在未来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